媳妇儿从财前交代我，接小姨子并照顾好她。是这个吧？还是个呆萌妹子，一副憨态可掬、人畜无害的样子。嗨，美女，你在这干啥呢？你贵姓啊？我姓张。我姓魏，卫生纸的卫。哦，我没认出来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拿，我给你拿。 我介绍你，然后把你送到哪儿去啊？去你家呀？去我家？对呀、啊。你姐没在家，就咱俩在家合适吗？没事，去你们家住几天呗。咱俩共处一室，那行吧。我咋还有点小期待呢？哎，小姨子，你全名叫啥呀？你叫我乳名露露就行。哎，姐夫，你有乳名吗？啥乳名啊？就是你吃奶的时候别人管你叫的名字。这。 他们一般管我叫死鬼。哎呀，讨厌了。那咱现在先回家。先去跟我买一辆电动车。你去哪儿，我开车送你呗。你骑电动车多不安全。行了行了，先跟我走吧。姐夫，你看这车。他这车行啊，这车符合你的气质。哎呀，小姐姐看车。对呀。哎，这不渣男送星吗？谁是渣男呀？说什么呢？这。 哎呀，富婆变小妹儿了呀！没有富婆，你还能买得起这车吗？看这个车啊，要验资。啥意思？你瞧不起谁呢？这车我要了。哎，我这小暴脾气，你当拦我干嘛？我有一个呆萌的小姨子。你跟个呆头鹅一样，我是你姐夫。哦，没认出来。但他又奶熊奶熊的。看这个车啊，要验资。啥意思？你瞧不起谁呢？这车我要了。 可是保时捷Taycan4S呀，新车1.6，二手车将近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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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
住，然后你再上来。我没有秘密。你解释啥呀？我没有解释，要不然我上车咱俩一起看呗。哎，我不。那你看呗，反正我没有秘密。对呀，那我看呗。姐夫，干啥？你我最近买了一条巴黎世家，你让我上车，我给你展示一下。哎，我不，我就要看聊天记录。姐夫，你最好了。我知道我最好了，我就想看聊天记录嘛。滚！你确定你不开是不是？哎，我就不开，我就不开，我就看聊天记录。你给我等着。这呆头哥，我又不知道他手机密码。我操！阿雄，你又要干啥？到底开不开？哎，我就不开。哎，我又没看，我逗你玩的。姐夫，是不是只有两个人真心相爱，拥抱彼此，才能感受到心跳呢？那个平胸也可以。你干啥去了？你让我等你一个小时、啊。我接人去了。你接人？你让我等你一个小时啊？不是，哎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先别暴躁啊。说跳我座椅了？不，这不是你听我解释。你车上还有别的香水味啊？哎，不，你副驾是不是坐别的女人了？哎呀，你这样，你去后面坐一会儿，咱们一起去吃口饭去，再把他一带，行吗？我坐后面啊。对，你还要让他坐你副驾？哎，不是，你还要带他去吃饭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要带他去吃饭，我就撕烂他嘴。哎，不是。妈，别妈，我这招不好使啊！你说啥？这招不好使啊！哎，不是妈，你快说句话呀，控制不住了。太妈了，阿姨啥时候来的？不，你说啥呢？妈，你啥时候来的？你吃了吗？吃饭吗？媳妇生气，离家出走。下来。下来，媳妇儿的冷暴力只有暴力才能解决问题。来，过来，来，电话不回，微信不回，想干啥？玩冷暴力是不是？瞅我，你想干啥？我跟你说啊，下次再离家出走，我要是能找你一次，我都跟你姓。干啥？你笑啥？你大眼睛眨不眨去干啥？说话，你说话。要不要抱抱？ Looking for you. 起开！你这一天制服加丝袜，制服诱惑呢？勾引老板呢？是的，老板。去你的。永恒的枷锁。那就斩断它。
你吓我一跳，你好看吗？迷你好看。你别生气啊，我看的是摩托车。来吧，给我订辆车，我要当女骑。不是，楼上谁家孩子？怎么这么吵呀、啊？楼上熊孩子又开始跳绳了，看我怎么治他。你不能打小孩吧？小崽子，你完了。在月色吧，黄道街的高粱袋，带上红妆，压车压痕，匆匆在。媳妇，咱回吧，我有点害怕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她被誉为国内第一女骑，她可以轻松拉爆高铁，连美国的 F35 都不放在眼里。曾经参加过 WSBK、MotoGP、曼岛 TT 等顶级摩托赛事，她是马奎斯都想同台竞技的传奇人物。原来你不会骑，你坐过摩的没有？你前面立个小牌，5元一位，这一下午能挣不少钱。后面再立个牌子，泥瓦匠专业疏通下水，又能给咱家增加一份收入。你知道最重要是什么吗？你穿工装裤连腰都不露，不是正儿八经女骑，知道吗？这个女骑不合格，你赶快下来吧。烦死。哎，川崎 Z900 RS SE 版本真香哈。哦对了，性感女骑和川崎，可爱女骑杜卡迪，有车不如有女骑，这啥标也不沾，你赶回去吧。等等，我去换黑丝。我擦，擦什么？我没有擦呀。不是你幻听了吗？我们什么都没有说。我才没有幻听。哼，好看吗？不是什么好看吗？我说那个美女好看吗？美女？那哪有美女啊？这不就你一个美女吗？看美女啊，人家都这样看，人家都要掉地上了。不是，你别造谣，我眼睛没有掉地上，我也没有这样看呀、啊。我哪有造谣？那个美女要走了哦。啊，她走哪了？这车真帅，越老车越有味道，是吧？这车什么颜色的呀？这车黑色呀。黑色是吧？还说你没有看，你真生气了，我还以为你假生气呢。你跟我说话干嘛呀？你去看呗。不是，我没有看呀，我真的在看车。哦，停贺兰山怎么走啊？你看前面了吗？那就是贺兰山，你沿这条路直直走就能到了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这么热情啊？不是人问路吗？是我想明白，有这么好看吗？不是我没看，没看你眼睛跟装了跟踪器一样。咱去吃点东西吧。不是你别翻白眼，别生气了，我都听你肚子在叫了。咱国庆出来玩，你开心点行不行？我穿这一身不好看吗？没有不好看啊，挺好看的呀。我回房间换个衣服。不，你换什么衣服呀？我冷。哎呀，你能不能快一点？等了一个多小时了。干嘛？等着急啦？等的太阳都快落山了。那你回头。回头？等久了吗？没等久，一点也不久。那我穿这一身好看吗？好看，特别好看。那和你的 Dream Car 搭不搭 ？Dream Car， 我擦 ，LS430静音之王，雷克萨斯最经典的车了。哎，不是，这车你是从哪弄来的呀？自有办法呀，就是让你等的时间久一点。这是你的 Dream Car 吧？这当然是了呀，我突然感觉我人生圆满了，这20多年的老车内饰还能保持的这么新。这车可是马克莱文森音箱，还能插磁带呢，可不像现在的车音箱全都是贴标的。喜欢吗？当然喜欢了。那你以后不许看别的女生啊？为啥呀？还为啥啊？好，不看了。因为你看别的女生我会不开心，而且你喜欢的以后我都会穿给你看呀。又顺来收藏一辆车，不是我喜欢老车，而是我喜欢的车他们都老了。